今天我们准备出发去上海了，嘎。安逸得很。然后今天早上我们7点钟坐的顺风车来了这个白云机场，我们是11:40的那个飞机，现在还早，才9点，好不好？9点。哦，对，我们还可以进去耍哈哈，嘎。就是，安逸得很。哈哈哈哈哈。旅行愉快。我在车上累到我了，累到点。你看。我还准备买了个帽子，好高冷。我觉得你这身好好看，比较休闲，还好啊。啊，你放吗？加油！哈哈。走。我们刚刚把那个行李托运了，然后这个机票也拿到了，还有那么多时间，哥。嗯。先去候机室嘛。好乖哦，你今天。乖呀。嗯。王婆卖瓜，刚刚别个说你才10多岁的样子。其实我并不高兴，因为我喜欢别人把我认成小学生。我喜欢，因为显年轻。走，走哪嘞？浪一下，快点浪。那边看那个箭头符号，我们在 B221走过去就行了。想吃，想吃啊，没胃口。那我们在这儿坐，等一下吧。我感觉这边天气不好，哥。还好吧。要是有太阳就好了，安得很。热得很，有太阳。有太阳这一面又不热呀、啊。我觉得有太阳可能是要。我们饿了，在这儿点份餐来吃。你点啥子？包子捞面呀、啊，好钱？这么贵，奢侈哦你！我来尝一下这个包子捞面，10多块钱，有点贵。哇塞，其实还是挺香的。收头发了，不错，有点鲜，味道很鲜。嗯。那你喝回了啊？我颈子痛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味道？我觉得挺好吃的，比较鲜哈。多吃一点。我们两个一人一半，还有一碗汤。准备起登机了，我们已经变更了登机口，嘎，女的。嗯。坐啦。走噻。怎么？其实我好像撞到人，所以才知道后头来的。有了。后面。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你晓得我了你。一个耶。我们过去，我们首先今天晚上先吃啥子呢？我觉得我们应该休息一下午哈。OK。Yes。终于准备登机了。嗯。你不等等我？准备登机。我怎么觉得每次到这儿风都蛮大？是啊。登机了哈，然后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上海见，拜拜。干嘛？